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神灵。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？让我找路离开啊！我们今天要玩一款非常特别的恐怖阿嬷，没错，它叫做 Horror Kiss。 只要被这个阿嬷捉到的，他就把你的脸给亲吻一遍了，感觉比原本的恐怖阿嬷还要过分啦。原本只是拿球棒打你而已，这个直接亲到你死掉啊，把你亲到窒息为止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想办法逃离这里啊。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拿不了，有火吗？灭掉火线都可以拿到这个撬棍啊。OK， 我们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我拿到书了，拿到书了，我拿到书了。阿妈跑过来，阿妈跑过来，阿妈啊！啊，是阿妈，被阿妈亲吻了，我嫁不出去。好，我们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啊。书本应该是不用的吧，书本，快点快点，这边，哦呦，哇塞，直接爽快是怎么样的？这边还有厕所，还有马桶，有东西的吗？没有。阿妈怎么了？这为什么发出这声声音的啦？阿妈，这个是门，我需要红色钥匙。阿妈，跑不过阿妈，我要绕旁边的。行。阿妈诞生了，阿妈原来是这样诞生的，哇。跑不过阿妈呗，他也太快了吧。OK， 阿妈走过去走。哎，来来来，为什么来了？这个很难操控呢，这个。这边可以躲。哦，可以躲床底下。快点走这边。这边还没来过啊，我们可能会死个很多次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到底有什么啊。看一下。OK。好，为什么木头屋子突然间出现这么高科技的？血迹，我们需要找到颜色的顺序吧。OK。这边呢，一个石板，我找到一个石板了。出声，为什么椅子可以？哇，这边闹鬼啊，椅子可以推飞的呢，然后还可以回去的。哇，完了，阿妈听到了，阿妈不要亲吻了，阿妈我怕你的，阿妈你赢了，阿妈你赢了。No kiss, no more kiss。来到二楼，为什么有青蛙在跳着呢？等一下先。我去看一下石板放哪里啊，这边还有很多书呢，那书应该是不用的吧。哦，那边还冒烟呢，但是怎么样的，这边还种香菇，放青蛙这里吗？不要喷了。哦，这边扫那个旋转的。 OK， 那边有灭火器，过不去，灭火器跟锤子在那边，不要吹了。好啦，那个石板干嘛的？可以放进书包吗？还不行。啊，那是青蛙的，青蛙怪青蛙，怪，我抓青蛙了。然后呢？等下，青蛙有颜色的。等下呀，青蛙背面有颜色的。来哦，去吧，青蛙。二跟三是红，一是绿，二跟三是红。那么最后一个是随便来哦，黄色。他的绿色钥匙。为什么写在青蛙背面的啦？等下阿妈来了，快点。阿妈来了！心，我的钥匙在哪里了啦？我的钥匙呢？没有啊，我看不到。哦，在这里哦。哦 ，Green Key。OK， 突然间觉得普通的阿妈好像比较好玩呢。这个还一直被亲。啊、哦，这边有一扇门。啊，绿色。OK， 开。耶、yeah, ，关起来先。阿妈应该不会开门的吧？看一下，这边有模型。哎。我需要的摆放位置啊，阿妈拜。哦，我竟然喷进这里了哦，这边有东西吗？啊哈，找到这个了。可是我们要绕一圈回去啊。OK， 我们绕一圈回去，打开这边，就可以去拿灭火器跟木棍了。阿妈，不要玩，阿妈，冷静，阿妈，你不会爬楼梯是吧？啊哈哈，冷静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快走。啊耶、yeah, ！你为什么要亲我啦？失败了啦！没有失败画面的，就是被亲，我被侮辱了。你打我更好啦。OK， 再一次。Hello， 阿妈，你看不到我，我看得到，他看得到。哎，喂，为什么你这都卖了可以的？可恶！老牛吃嫩草。冷静。冲啊！
喂，为什么啦？阿妈，够了啦！来，这边给你啊，一宿，他的，啊，他的耶！阿妈应该不会上楼上的，他应该不会走楼梯的。锤子跟灭火器，先拿锤子吧。锤子应该是敲那个大瓶子的，瓶子，敲破。好多瓶子哦，敲破。这什么东西？一个什么鬼东西？这什么鬼东西？这么大个，等下阿妈过来了啦。瓶子，一宿。瓶子。有石板干嘛的？咱们回到一开始的厕所，有什么吗？有一个哦，雕像哦，我们要拼装一个雕像吗？是吗？我们接下来拿灭火器去灭掉我们一开始那个火炉的火，灭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，哎呦呦呦，拿到这个撬棍了。然后就可以开每个棺材了吧？对，为什么你家会有这么多棺材的？开。书本书要读书的，我来不是为了读书的吼。啊哈，这里。啊，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图片啊，图片，我们需要图片。对，那个顺序 ，OK。关门起来，一宿。阿妈不会开门，来，你们要怎么摆的呢？诶，雕像对左边看前面哦 ，OK。这个看右边，这个看左边，这个看前面。好。哦，书中书，哇哦！拿到白色的钥匙，哦，银色的门是在这边的吗？二楼有棺材这边的，啊哈，银色的 ，OK， 银色这边有什么呢？啊，需要放四个碎片，好，碎片放在这里的。可是我没有找到这么多碎片啊。Part two， 一个碎片，一宿，这边有一个。这是 part three， OK， 只找两个而已啊，其他的呢？哦，你很会藏的啊、哦，很会藏，竟然用重叠这种方式来藏东西啊，怎么可以利用 bug 藏东西的？利用 bug 是玩家的呢，为什么是作者利用 bug？ 还少一个，铁钉。既然他会利用 bug， 我就每个都检查多一次了。这故事告诉我们呢，要多读书啊，读书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啊。你看，书里面就有答案了啊，夹在书里面，王八蛋，谁这样放的、啊？用 bug 呢？来了啦，放下去啦，开什么？哒哒 ，What the hell？ 利用 bug 穿下来，宝库。可以防止阿妈亲我吗？黄金钥匙 ，OK。黄金的话是在那个蘑菇室的吧？蘑菇室这里可以用黄金打开。好吧，哦，要放雕像，需要三个呢。锁着 ，OK。可是我们只找了两个雕像碎片而已。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门是用黄金的。啊哈，啊哈，很多东西可以开，小破。找到了底座，这个没有开呢，啊，没关系啊，找到了三个，来放下去先吧。一个 ，OK， 两个，哒哒，没有用什么江湖粘着的哦，一切就这样顺其的放下去了，顺便去开那个剩下的棺材吧，打开。嗯，果然是叫我读书的呢。但是有一个照片，拿起来。哦，对，那个方位的我们也需要，那个雕像的方位啊。阿妈，我一定要绕过你这一次，啊、砸死你之术！哇，砸得好 ，OK， go！ 哎呦，哇！哎，别人亲了啦，恶心呢。来啦，拿最后一个雕像啦！身体的部位明明很重的东西，石头的东西，我却扛得起，却抵抗不了阿妈的亲吻，哈哈，这就是母爱啊！来，哒哒哒哒哒 ，OK，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
知道它的方位就可以了。它方位的话是，左上是右边，其他左边，左上是右边，其他看左边，看左边，看左边。塔到，塔到，红色钥匙是吧？哇哈，耶！可以逃脱出去了吧？有够特别的游戏啦！我以后不要再来这个阿嬷家了。你，我宁愿你用锤子还是拿什么东西打我，不要亲我啊！你可以杀我，可以打我，但是不要侮辱我的人格。我要离开了，我离开了。Yes， 离开。Yeah， 好车呢，还车破烂的，逃脱出去了耶！真是有够特别的游戏啊 ！Horror Kiss 恐怖亲吻，把母爱发挥到极致的游戏啊！你以为恐怖阿妈是想打你吗？欺负你而已吗？绑架你而已吗？诱拐你而已吗？没有，这个很特别，他亲吻你，亲吻到死为止啊！把你的三魂六魄全都给吸出来啊！有够恐怖的，让你拥有一辈子的阴影，让你永远嫁不出去！我以后不用再回来了，我宁愿去找另外一个阿妈打我嘿。